总要来泰国清迈拍一组泰服写真吧，成片还没给我自己 P 的，累死了。我们已经到清迈了，这个是我们第四次来清迈的，之前几次把该玩的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，这次我要体验一个新的，在清迈拍一个泰服写真。某书上面人家拍了照片真的很泰，他们会帮你修片，也会帮你化妆，也会帮你弄头发。我们现在开车过去，不知道去了能不能直接就拍哦，听说还是挺火爆的，还是说要预约一下，看这样子好像有点堵了。晚高峰呀，其实我觉得在清迈开车会比曼谷更难开，因为这边的摩托车更多，而且这边骑摩托车很多人都是游客，就是摩托车初学者，我看他们骑车都一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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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哦，这里可以住摩托车呀，以前来我们就住过。在曼谷住摩托车的少。那个是塔佩蒙吗？真的要小心摩托车。眼观四路耳听八方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啊，这个有那个凤飞飞猪脚饭，以前老网红了他。对，这一条地方也是有名的那种小吃摊，还是很有印象的。当时我第一次买菠萝蜜好像是就在这里。警察查那个电瓶车，哦不是摩托车。哇，这发财了，他们这个这么多人来下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拍写真那个地方了。那就是这样子的，它是在室内的，有一个布景的。我以为在室外拍的，像西双版纳那样。它这个因为价格也很便宜，走进去看一下。就我一个人拍，是两套衣服是吗？就是你喜欢的，八百一千，你喜欢。哦，就这个就好了。是你有没有？哪个？颜色不好。我觉得金色的蛮好看的。我要看曙光宫贵族一点的。贵气一点的吗？对，就是。有点像，娘惹的那种。刚才有一套金色的，不是很贵气吗？你这不早说。你自己看，金色的有一套。这个？不是，再过去一点。这个、对，这个不够贵气啊！一身金黄。我这个保存一下。嗯。开始要化妆了。特地是素颜过来是吧？嗯。不过可以自己打个底过来，反正拍照片他又看不出来是不是，对，会给你修图的。不行，到时候我自己再修一修。他们的化妆品都是很便宜。难道还给你弄门槛？有点吓人。不是，俺眼睛就慢慢来，俺眼睛。很诡异。俺那问点点吧，来再一个来给他弄。你觉得自己这个妆怎么样？美吗？我后悔了，我应该自己画的再来。我说是能拍的照片，他们可能都自己画的来。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画？我以为是他们自己画的。这是腮红，会不会打的有点多啊？可能像高一点。这样显脸小吧？像不像我的那个正式写真？对。就是这个自己，看上去是不是非常有钱？嗯，挺圆润的。我想着胖胖的，然后加上这种红色，就看上去好像这个人家里很富贵，吃的很好的那种感觉。嗯，泰国公主，泰国公主的感觉。他刚刚换了一个是我手的套路。啊，我没注意，手臂太粗了吗？是。嗯、哇，有钱。嗯。
它就有这种很浮夸，它那个图示，它免费的可以带的。啊，那这些也都是可以带的吧？其实。还有车。嗯。我等下不要。但你这个可以的呀，这个头饰挺好看的。完全就是提线木偶那些。啊？它全部摆好了。哦，姿势给你摆好了是吧？嗯，就像拍证件照一样的。想上道具了。它都固定的那个，我看你真的像个木偶。是哪个国王家的公主啊？他跟我说这里可以 PS。这条裙子就是一块大布缠绕起来。芭蕉扇。什么叫钉子布？很老式的帐篷。哦。拍照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其实一样的姿势换一套衣服。这是一箱的黄金吗？这一箱珠宝首饰，还乐器。好了，现在出来了。总体来说，我还是觉得挺失望的。我感觉现在身上很脏。我本来想着化着妆去的，但是我在想着他们化的妆可能非常的泰国时代啊，谁知道他们真的是很粗糙的化了一下。不过价格也便宜嘛。还有就是他那个衣服，感觉很劣质，拉丝。很脏，看上去，我又穿了他们的鞋子，又赤脚走在他们那个地板上，哎呦，我感觉浑身像，我难受，刘雨欣。回去洗澡。照片出来之前，我觉得我不满意的，看照片怎么样了，他秀的照片怎么样了，他反正把所有的底片都拍的，都发给我了嘛。